告诉你，你个黄脸婆啊！你瞅你现在，我领你出去，我都觉得丢人。小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告诉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哈，我一天我瞅你我就烦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以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你就给我滚，咱们两个离婚。小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错。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赶紧给我滚！现在我不想再看见你一眼。小雨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啊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陈小雨，你别赶我走。我不赶你走，我刚都已经说过了，就像你这种黄脸婆，我带出去我都嫌丢人。咱们两个这日子没法过，我一天我都不愿意跟你过。快点啊，滚！小雨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喝醉酒你打我，你喝醉了酒后，顾言，我不说什么，趁你没喝醉你为什么还打我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打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给我啰嗦了，赶紧滚，小雨，赶紧滚呀，不要再看见你，快点。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，从此以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听见没有？小雨，图图，对不起你，那个地方怎么躺着个人呀？这么热的天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，你怎么躺在这儿啊？你看这天热的，姑娘，来，坐起来。姑娘，你怎么躺在这儿呀？这么热的天。大娘，我走着走着太饿了，就眼一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，我这身上哪都疼。姑娘，你看你怎么饿成这个样子了呀？你这浑身疼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别怕，我家就在这不远的地方，要不你先去我家吧，我先给你弄点吃的，然后
再领着你去看看医生，行不行啊？那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走，来，慢点，我扶你。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，姑娘。哎，多好的姑娘。来，坐。你先坐着，我给你拿点吃的啊。谢谢你，大娘。客气啊，坐着。来，姑娘，你看，现在家里，你先吃这个垫垫吧，一会儿啊，再给你做饭。你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姑娘，来喝口水。别慌，别慌。好好好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多好的孩子啊！慢点，孩子，慢点，啊。妈，妈，啊，小伟回来了。我叫你几声了？这是谁呀？他呀，是我在路边上捡的。刚才我出去回来的时候啊，碰到他晕倒在路边上了，我就把他带回家来了。你看，怪可怜人的。哎，多好的姑娘。妈。那够可怜的。妈，你去给他做点饭吃吧，我看他吃方便面也吃不好。儿子，你看这姑娘也饿坏了，先让她吃点东西垫吧垫。一会儿我想带她去医院看看，她说她全身都疼。行，那正好我车在外面，要不你在车上吃吧，我带着你先去医院。走吧，姑娘。谢谢你，大娘。不用谢我，快点，走。姑娘。我现在只知道你叫图图，你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大娘，我叫陈图图，我结过婚，只不过我那丈夫他一喝醉酒就打我。离婚，他就把我打出来了。他说，我要不跟他离婚的话，他见我一次就打我一次。这，我也不敢回家，我也没有钱，我都在外面。好了，孩子，好了，别说了。你呀，就先在我家住着吧，啊。大娘，好了好了，孩子，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你呀，还是先吃点药，去休息休息，啊。大娘，走吧，没事。谢谢你们。走吧，走吧，来。妈，
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妈，你看图图也来咱家几个月了。妈，我感觉我喜欢上他了。儿子，你喜欢图图，可是现在图图她可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啊。再说了，你要找一个二婚的女人，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？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这喜欢一个人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他离过婚又怎么样？又不是别人娶的，是我娶的。行，儿子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再说，图图在咱们家这几个月真是太勤快了，你看家里家外什么活儿都让他给干完了，他在家里呀，妈都轻松多了。其实啊，妈也喜欢这个孩子，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要不得空我问问他。妈，就现在问吧，我就出去买点东西，你把他叫过来，你在这问，行不行？瞧你那点出息，去吧去吧。行，你问啊。图图，图图，图图，哎，你过来。阿姨。图图，阿姨今天想问你个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？阿姨你说吧。图图，你看你在我们家也几个月了，你看我们家小伟这孩子怎么样？阿姨，这我到你们家这几个月来全是你跟小伟哥在照顾我，这小伟哥人特别好，老实又善良，真的是一个好哥哥。你能这样想真是太好了。其实我们家小伟这孩子就是太老实了，今天啊他给我说他喜欢你，就是让我问问你是什么意思。阿姨，这我刚离婚没多久，这样不好吧？这再说这小伟哥还没结过婚呢，这我一个二婚，阿姨你看我觉得不大合适。再说阿姨，我现在只想在这里好好报答你跟小伟哥，我不想考虑这个事情，要不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。那行，图图，阿姨尊重你个人的选择，没事儿。行，阿姨，谢谢你尊重我的选择。那衣服还没洗呢，我去把衣服洗了，然后一会儿就该吃饭了呢。行，那我先去了，阿姨。好。唉，多好的孩子。阿姨，这我看家里的油盐酱醋什么都用完了，要不咱俩一块去超市买点吧。图图，阿姨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有点头疼，你啊就自己去吧。阿姨，这没事吧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我刚吃过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行，那我自己去超市买点。那你多喝点水，阿姨。
我先走了啊，阿姨。不错，怎么会碰到你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还是走吧。小雨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这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你就别瞒我了。这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？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告诉我吧。图图，我真的没有事儿，你就别再问我了。阿宇，小雨，这我那个。就我的阿姨，她家就在这儿，你跟我回家。图图，这阿姨，这他就是我那个前夫。你前夫？他这是怎么了呀？你怎么把他给领过来了呀？阿姨，这我刚刚出去的时候就碰到他了，我看他特别虚弱，基本上都站不住了，我没办法了，就把他带过来了。阿姨，图图，难道你都忘了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你还把他领过来干嘛呀？阿姨，这都是迫不得已，这都是误会。先生，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你呀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医生，我这儿得的什么病啊？你这是啊，胃癌晚期。胃癌晚期？那，医生，我这儿还有多长时间呀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，小雨？我怕是连累你。你看，这毕竟你还那么年轻，你说我这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你这后半辈子该怎么过呀？可是我们是夫妻啊，小雨。是啊，你说你们两个是夫妻，有什么事儿就不能好好商量呢？唉，你看你们两个闹到现在这一步。唉，阿姨，这真的谢谢你这么久对我的照顾，还有谢谢小伟哥。这阿姨，这么久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图图，说什么呢？图图，说什么呢？你看，
你在阿姨家里这段时间啊，阿姨都把你当女儿看待了。阿姨，这么久，真的谢谢你。我想好了，我打算跟小雨复婚。他都告诉我事情的所有真相了，我也明白了他的苦衷。我要回去好好照顾他。这，他都有病了，我呀，不能离开他了。行，阿姨啊。尊重你的选择，那你还是赶快带他去医院吧。你看，他都疼成那个样了，去吧。那真的谢谢阿姨了。别客气了，赶快去吧。要不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带他去就行了。那行。阿姨，等我以后有时间了，我一定经常来看阿姨。行，你有这个心思就行了。赶快去医院吧，孩子，快去吧。谢谢你，阿姨。去吧，走吧。